这朦朦胧胧的能看出个啥？我想象吧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瀑布，但是现在看到没，在下雨，雨中心的，但是景色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我现在正在等待去飞机残骸的摆渡车，看完飞机残骸再去和朋友们会合。我们这里徒步过去，单程大约需要50多分钟，摆渡车只需要10分钟，而且车上只接受刷卡支付哦。终于坐上摆渡车啦！这个呢，就是我刚才乘坐的摆渡车了。这趟车上加上我一共只有4名游客。这外面的风真的超级大，因为是冬天，而且非常的寒冷。那前面呢，就是飞机残骸了，我们要步行过去才可以。这架飞机呢，原属于美国海军所有，是运载货物的货机。它是在1973年发生事故，迫降在黑沙滩的。万幸的是无人伤亡，因此也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飞机残骸了。
由于实际预览时间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，我在和朋友们联系后独自在这里等他们开车来接我。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我就问摆渡车的司机能不能在车上等，但是司机到了午休时间，所以他把我拉到了附近的一个休息站，叫我在那里等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对游客开放的冰川雪地摩托的旅行社，就是这里吧。在等待期间，不断有工作人员过来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的善意。现在朋友们终于来啦，让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其实是番茄炖牛肉汤啦，下次旅程又会在哪里呢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